还在干嘛？哇塞，他还说东家是他们家的人，嗯，哎，确实是。确实是他们家的人吗？他是老板娘，那不是他们家人是谁呢？对，四姨太的吗？四姨太的。哎呀，四姨太那肯定是他们家的人嘛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打一波人气榜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背包里面有人气票的，叔叔阿哥姐们往外扔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打一波人气榜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对，我们有人气票的，我们上。对对对，咱人有人气票的，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打一波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。他说他们什么叫他们赢了？我们赢了啊。我们也赢了呀，不止他们赢了，我们也赢了呀。咱们这儿右下角需要的叔叔他们自己去拍啊，到来叔叔阿哥姐们，多的不说少的不能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人气票直接往外扔，来叔叔阿哥姐们，对，我们人气票直接往外扔，来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打一波人气票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把人气票都往外扔啊，有人气票的咱就上啊，把压寨夫人喊来都没用，压寨夫人没用，四姨太有用嘛，对不对叔叔阿姨们？对对呀，没事儿，我们已经赢了啊，不管他们了，我们已经赢了，咱赢了就是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赢了就是赢了。你卖的赞多，咱也是赢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反正目标就是550嘛，对不？对呀、啊。阿姨莫是四姨太小了，你是小三，可不是呢，不然我们两个可。这个人我老看到他说。我如果说我是四姨太，我们两个直接干起来了。我直接送他。你直接给我送一耳巴子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人气票往外扔，不要送小星星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咱就扔人气票啊！咱就扔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能扔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扔一波人气票、啊。四姨太来了也打不过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四姨太来了也打不过，有什么用？四姨太还怪好听的嘞。嘘，别说别说，家人们，嗯，今天开不开心？家人们，你们今天开不开心？来给家人们挂个超级福袋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人气票往外扔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打一把人气票，打人气票了就会有那个，知道吧？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那个啥，知道吗？光芒爸爸就会推流啊！叔叔阿哥姐们。你刚刚给我充了多少？来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平局啊！怎么又没了？再给我充一个。我们也赢了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也赢了啊！怎么他？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啊！家人们，开心开心，干妈我干妈开心死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背包里面的人气票往外扔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他们说赢了。游戏才刚刚开始啊，家人们！咱打人气榜啊，叔叔阿哥。咱们现在，你听我讲啊，咱们有人气票的点点人气票，再给我充点福袋。好。你们是不是我的铁粉？是的，家人们打个是。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我的铁粉？是的，家人们打个是。你们是不是我的铁粉？是的，打个是。你说呢？你穿越直播间2300多个人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充好了说一声，充好了说一声，我给家人们把福袋先安排。咱能扔人气票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一人扔一个人气票啊！打个是，接下来看我如何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家人们，接下来看看你们干儿子我如何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现在已经有76人助力了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能扔人气。绑的叔叔阿哥姐们，人气票的一人扔一个人气票就行了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每个人2400多个人，咱能扔人气票的叔叔阿哥姐们，每人扔一个人气票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闹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直接某某干啊！家人们来，咱们每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！对对对，今天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是的，太不容易了，叔叔阿哥姐们来，家人们，人气票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人气票往外扔啊！家人们，咱们每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吧，家人们。感谢你们愿意陪伴我支持我，我会一步一步争气，给家人们挂个2000的福袋，给家人们挂个2000的福袋，
一人扔一个啊，你充了多少？你充了多少？再充，再充。一人扔一个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能扔的都再冲都扔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再冲。不是一个人扔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每个人都能扔一个啊，家人们。快点。直播间2300多个人能扔的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别说是咱铁粉的，叔叔阿哥姐们。让你们看到我是怎么做人的，咱就扔啊，家人们，别的不说啊，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往外扔就行了啊。一人一个人气票，你助力啊，叔叔阿哥姐们。我跟他道歉。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家人们，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他是可以希望出帅的姐妹。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的干儿子说了，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人气票往外扔来，是帅的姐妹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感谢你们，说实话特别感谢你们，咱们打 PK 从来没输过，咱们打 PK 从来没输过，为什么我没有输，是因为我家人们，我背后有家人们，喜意啊，家人们喜欢需要的家人们去拍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们盒子早就送了对不对，当500单的时候我们的盒子已经送出去了对不对，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，当我们他说500单，很抱歉我们没说，我们完成的时候盒子已经送出去了对不对，是的，对不对，他说550单，现在咱们都600单了，盒子早就给他们送过去了，但是冲了吗，冲，我先把福袋给家人们挂一挂，我要200，我给你充了600了，刚刚都发完了呀，咱对咱家粉丝大方一点行不，你直接充个500都行啊，行不行，咱对咱家粉丝大方一点行不行，别挂了，挂挂，这是一个开心的开心的日子，他说500单咱也完成，他说600单咱也完成了对不对，人气票往外扔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记住啊，记住阿姨们说的话，叔叔阿哥姐们。真不容易，家人们，真不容易，一路走来真不容易。咱能支持的，咱就一人扔一个人气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感谢大家了啊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叔叔阿哥姐们。真不容易。又买了8单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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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们支持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，家人们，不要挂福袋，健康才是真，我给你挂个管理吧，这么支持我陪伴我，还没弄好吗，等一下，嗯，给家人们挂了个2000的福袋，家人们，咱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吧，只有我愿意真心的对待我的每一位家人们，因为你们没让我失望过，所以我感谢你们，来给家人们挂了个2000的福袋，咱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够不够意思，小易够不够意思，家人们够不够意思，小易够不够意思，来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来左上没参与的家人们参与参与，小易够不够意思，家人们必须的对不对，只有我愿意这么对我的粉丝们，只有我愿意这么去对，咱们
咱们没有那个需要洗衣液的家人们，咱们可以去拍啊。现在就是理性消费阶段，咱们需要的咱们去拍。现在是理性消费阶段，需要的家人们咱们去拍。现在是理性消费阶段，需要的家人们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你们现在心中可能有十万个为什么，现在你们的心中肯定有十万个为什么。我现在我要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家人们。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咱们直播间2000多人，太感谢你们了。来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现在有180多个家人们参与，每一个人都能抢到。直播间，咱们直播间2000多人，这里有福袋，现在有180多个人参与，基本上你参与了你就能抢到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结束？不要问为什么，珍姐啊，一会儿告诉你。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咱们没点关注家人们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们要以退为进，懂吗，家人们？我给他合同是以退为进，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一直听他摆布。这里过去。我先感谢一下我的粉丝们，可不可以？再给我。你既然你输了是吧？既然他们输了，我们没输啊，我们没输。怎么不输？我们咋输了？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咱们要输得起，是不是？咱们来，家人们，左上角没有参与的家人们，咱们参与参与，点个福袋。咱们愿意跟我交朋友的，咱们点个灯牌，成为我的。我希望你们支持我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现在过去把该做。这样，我现在挂了个福袋，我6分钟，你跟他说6分钟以后我马上过来，我因为我福袋6分钟结束，好不好？6分钟，好不好？来，快点过去，他想叫我过去。没门。西西是小三，西西是我的女朋友，西西是我女朋友啊，正儿八经的女朋友。来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家人们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家人们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。我要去抢福袋了，多了不说。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2000的福袋，家人们。喜欢愿意跟我交朋友的，咱们可以参与参与，抢抢福袋。咱们可以参与参与，抢抢福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合法女朋友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家人们来不来？如果等我跟小龙女结婚的时候，家人们来不来？来的家人们打个来，还可以抢，对。还可以抢59.9，59.9。今天咱们直播间啊，给家人们搞活动，拍一发6瓶，27斤，6瓶加3大袋，你们需要的家人们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需要的去拍。咱们右下角，咱们今天这个企业确实是很给力，确实很给力。确实很给力，家人们，你们需要你们去拍，咱们直播间拍出了6700单，家人们，咱们拍了613单，你们需要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需要的去拍，咱们不需要的，咱们理性消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那个2000的福袋，左上角2000的福袋给家人们安排了。没输，家人们，咱没输。他怎么说他赢了？他因为他们脸皮厚，因为他们脸皮厚啊，家人们，右下角的洗衣液是59.9，6桶，家人们，6桶加3袋，27斤，今天拍明天发，今天拍明天发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他们说他们赢了，嘘，
家人们。咱们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咱们把福袋抢完，我过去跟他们好好说几句话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好卡卡吗，家人们？卡不卡？欢迎广西冰淇淋。咱们500单是不是赢了？咱们500单的时候是不是赢了？550单的时候是不是也赢了？600单的时候也赢了，对不对？玩那么大，对，咱们玩的大就行，让他们高兴高兴，对不对？今天右下角小黄车，右下角小黄车，家人们，右下角小黄车59.9，拍一发六，家人们，支持一种拍两，感谢877，感谢你，欢迎你回家。咱们拍了600多单。丫头去哪儿了？我这两天我不知道，家人们。我也不知道。他输了不承认，没事儿。500单的时候咱也赢了，550单的时候咱们也赢了，600单的时候咱们也赢了，现在咱们617单。还有2分钟开抢，出来一下。618单了，家人们。900单跟我们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们赢了，就是赢了，定的550单我们也完成。啊，真不容易啊，家人们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你们希不希望我好？家人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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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希望的家人们打个希望，你们希不希望我好？但是他说他赢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家人们希不希望我好？好，如果接下来我做任何事情，我希望家人们支持，好不好？家人，接下来我做什么事情，希望家人们支持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希望你们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不管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，我希望家人们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咱们家的铁粉今晚上基本上都到了，接下来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希望你们支持我。你们要相信我，今天我敢跟他打，咱们也赢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500单咱也赢了，550单咱也赢了，600单咱也赢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们支持我，相信我，因为现在很多事情我不能说。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希望家人们支持我，好不好？400单，对，400单我也赢了，500单我也赢了，550单我也赢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他赢了，让他赢，好不好？咱们让他赢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让他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晚让他赢，好不好？咱们今晚让他赢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去休息吧，你们去休息。咱们左上角的福袋还有40几秒开抢，我买了一单，感谢感谢美满幸福，今天。已经结束了，兰姐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咱们已经拿下了，但是我们让他赢，好不好？对，点到为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让他，我们要给他台阶。他说让你过去道歉，没事，家人们。凭啥道歉？不道。让他赢，为什么让？不要问后因，不要问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你去问甄姐，甄姐她知道为什么。朱姐相信我，朱姐，咱们一会儿去咱们家的管理，咱们一会儿群里面去给你们讲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先下播了，家人们，我先下播了，我去对面，我也买了一单，感谢书币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支持，咱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我现在去找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左上角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不然下一次你们就找不到我了，你们就看不到正能量的小易了。左上角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咱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做任何事情，我希望你们支持，因为我是做好准备的，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不要问为什么，终于抢到福袋了，不要问为什么，接下来有好戏看，家人们，你们就看着就好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没点关注，不然下一次你们就刷到小一就找不到小一了，家人们，咱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今天。
特别感谢你们支持我，真的家人们太感谢你们。你们接下来看我怎么做人做事，看我是不是一个对粉丝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家人们我去给他一个台阶啊，家人们我去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赢。下播了家人们。